东涌站。早晨。早晨，歡迎大家參加周四行山活動。先講一講先，今日條線咧，我哋就係四星嘅，啊，加埋今日少少係有少少雨咧，可能係四星半五星都唔出奇。咁自己咧就要量力。咁如果係唔得咧，你就中途可以有路走嘅，一定要小心。咁但係點樣都好啦，玩嘅話咧，只要大家係互相照顧咧，就冇嘢係解決唔到嘅。但一定要出聲，唔得就同人哋講，人哋會照顧你噶啦。啊！阿遠啊，依啲全部啲咧，人可以幫你托一托住你嘅。啊，咁講一講先。嗱，今日行山咧，我先俾大家就即係估一個即係歇後語，就係咧天堂一吊壺。天堂一吊壺點樣解啊？天堂全部都係神仙嚟嘅，得一個吊壺嘅啫，就全神貫注。嗱，大家即係記住呢個説話嚇，呢度上去上面冇問題，一路都。咁去到一個鳳凰館日之後咧，入到一個貝納奇徑上一樹波之後咧，開始全部都要係全神貫注噶啦。一樹波都幾斜下噶，啊一路上到係七百幾咧，去到呢個小鳥回頭嗰嚿石嗰度。咁嗰度第一個位置你哋可以走，一繼續上嘅話就係斬殘拗出翻去一個即係鳳凰頂。鳳凰頂之後你只可以行交流徑走啦。如果唔走嘅，就轉右喺一個嘅小鳥回頭石繼續向前行。經過好多舊石之後咧，第二個走嘅位置可以走就係一個天窗石之後，你哋轉左可以繼續上翻去呢個天窗石。天窗石咧，我哋上個星期二探路有個朋友即係受傷之後咧都行得噶啦，但因為全部係草坡嚟，冇問題嘅。咁如果唔係繼續行咧，跟大隊行就去到一個藍天門。藍天門比較上咧就係險峻啲嘅，即係一個嘅石壁嗰個位置，大家要稍微攀爬下，但全部都有手位有腳位嘅。即係我咁渣，我位高我就上唔到啫嚇，要人幫下手嚇，咁就咧技術冇問題嘅。咁同埋咧就阿伯姨頭先睇過嗰個天文台，佢話應該晏啲有太陽，好似話係，咁應該就好啲。你哥哥佢要整車點出？啱啊！嗱，咁阿姨講埋啦，大家小心啲嚇。咁就因為沿途咧。尤其是過咗小鳥回頭之後，全部都係好多石嘅，全部都係石嚟，好多碎石噶。但係條路真係好靚嘅。如果行山隊唔開，我估都大家唔會有機會點行呢啲路噶啦。嚇，好靚嚇。咁就講講我哋即係工作人員先，有阿禮叔啦，阿 Stephen 係 Stephen， 多謝阿 Stephen 都今日開線啊真係。咁啊，跟住有阿大老周，肥佬奶，阿鼎叔咁樣對嚟咧，阿鼎叔係。系啦，咁就講一講啦。我哋星期二沿途咧已經綁曬依啲標噶啦。咁就依度去到一個鳳凰觀日就冇咧，我搭咗車上去可以。咁就沿途都寫個四字嘅。但依度上去嗰個鳳凰觀日好又好簡單嘅啫，就算唔落標，大家識行噶啦，我估。咁啊，最後講一講啦，就依個免責聲明，行山有危險嘅，咁希望大家明白。發生意外嘅話咧，要大家係負責啦，一切與行山隊無關。好，咁啊，同我哋開始行啦。好。係啊，嗰度遠啲嘅。石門甲村圓壇古廟，地堂仔古道上。都唔使行馬路嘅，喺呢度咧就轉上去。你喺上高等佢，一係行翻落去。哦，唔使啦，我未到嘅。地堂仔古道，
唐仔古道，呢个古坟系啊，嚟到呢个坟，嚟到呢个岔口，上咗嚟法门古道，去中道亭方向。蓝天覆地，八门弥勒金腰带，凤凰观日，心经简林，石壁交游经，即是我哋以前叫贝勒奇经，贝勒奇系个殖民地式贝勒奇经。嚟到凤壁石间入口，上望凤羽壁，一树波，有石，哎呀，哇，哎呀，上一樹波，
大佛就喺呢边，右手边石壁水塘。一樹波，就樹咗波喎。一樹波都得㗎，唔係，其實原先得呢棵嘅啫。係啊，上到嚟，再向上行。好，呢个地方喺度，少咗先。上面小鸟，小鸟回头喎。我第一次嚟啊，唔知咩，少嘴，凤灰台，灰啊，系啊，凤灰啊，口字边做个圆字嗰、那个。系啊，嗰啲一级级嘅可以。嗱，呢度咧就系凤灰石。哇，蒙查查。呢度刀片崖，系啊，擒得嘅嗰嚿嘢可以擒到嘅。另外嗰边，呢边系啊。呢嚿好似老鼠咁啊！呢个老鼠头，系啊，呢个老鼠头，喂，啊，望先，六叔就喺呢度擒上去，吓，系啊，头先嗰个，系啊，头先嗰个师兄，系啊，六叔啊，六叔就喺呢度擒上去啊，通鼠嚟到，望先至系陆上破边洲啊！你喺过去嗰边，系啦，好。你回望咧就陆上破边洲啦，呢个一石两景，系啊，呢个卡通鼠嚟嘅，嗱你出去咧就系陆上破边洲啦，出边有个双鼠石室。系啦，呢度出边你而家踩紧呢度叫做双鼠石室，系啊，好。头先嗰边系卡通树，两个景啊，呢个一石两景。你打呢个窿？系啊，嗱，呢度双鼠石室。小心，哇，好深啊！系啊，跌落去冇咯。杨哥，一样一样过。
呢度平啲，呢度系啊，呢度好行啲，呢度弥敦道呢条。喂，强哥望住双鼠栈道。Stephen 的歌鳳塘石間，鳳塘石間之後再向前行，過了鳳塘石間去錦鼠觀天，積木崖底。我今日一啲嘢都睇唔到啦。我哋都嚟到積木崖底啦，咁啊過去錦鼠觀天就一啲都見唔到。小心啊，唔好挂住啊，唔怕唔怕。好，宋师兄，积木崖呢条路咧，山路就上锦树观天，有只锦树一啲都望唔到。系啊，观天下边得只树都见唔到。应该是锦鼠观天那块石，咁咧就结束了呢个双鼠栈道，就去天窗石。呢度咧就上锦鼠观天啦。天窗石，落唔到嘅嗰边，唔系要落都落到嗰边，就又落翻去头先上嚟嗰位天窗。呢度可以走噶啦，不过咧大队就喺呢度落翻去。三叉位呢度咧就一系就落塘福茶壶咀，我哋就向左
藍天門。南天门石间啦，呢度上南天门啦，呢度南啊，南天门石间。杨哥上紧南天门石间，好，南天门，好惊啊！啊，好惊噶，你高手嚟噶，啊，啊，一路上。好成功，好上到嚟，成功奉经，终于完成任务，嗯，收工，收工啦 ！L023，阿妈我得咗啦，奉经600公里。呢度落北風象，今日我哋落唔落北風象就落白公坳。度咧有個艇嘅，而家就拆咗。鳳京落白公坳。哦，hello，咁快嘅，但细妹姐，你咁啊？